我第一个一定要有重孝道，孝道呢他不会忘本。我第一个一定要有重孝道，孝道呢他不会忘本，他一定是一个忠诚，对国家忠啊，他也不会贪污。第二呢，要啊这个大公无私，不为自己啊，他放弃世界银行给他优厚的工作，他回来为国服务啊，在台电一待就待18年，默默无闻。当然做院长人工作时间要跟我同进退啊，这个15、16个小时是必然的。